张善政院长、酸甜苦中痛，全部改革政府，把科技的技术引进政府，提升我们政府的效率，大力培养年轻人。永清啊，咱真正经济变成功，台湾经济真正更加起来，办不好教育，没有办法照顾弱势，那个你进步是别冲抢，这个政府是不及格。所以张善政院长、酸甜苦中痛、副总统一摇，我们全心全意，让我们台湾的光荣重新出现。打工好不好？好。中华民国是一只雄壮的老鹰，中华民国这只老鹰要在天空飞翔，要两只翅膀，第一，总统府，第二，立法院。张善政、林嘉欣、韩国瑜绝对不会让永清落败，拼一条无？韩国瑜。